干嘛这么沉默？跳舞要说话吗？都这么久没见了，难道你就没有什么话想跟我说吗？听说你回雨天了，恭喜啊！就这些，没别的了。 你没有，我有。小苏，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好好聊聊呢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我和你好像越来越没有话说了。 你觉得我和之前有区别吗？有区别。你不觉得人在不同的环境也是不一样的吗？或许我之前对你的认识是错误的，或许这才是你本来的生活。小苏，我知道你可能不喜欢这样的环境，但你得慢慢适应。 我不需要适应，他和我的生活本来就相去甚远。那可说不准，说不定在不久的将来，他会变成你生活中的一部分。可这些跟我都没有关系啊。可是他跟我有关系，你难道就不想为了我去适应一下吗？每个人都有脆弱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的你。 境遇和现在不同，或许你只是需要一个依靠。原来你就是这样看我的，在你眼里，我就是一个脆弱的时候需要安慰，事后就弃之不顾、无情无义的人吗？看来我们两个今天说话有点不投机，还是不要聊了，以免扫了你的兴致嘛。小苏。